家啊，我们美妆博主都有多少化妆品？你不是搞笑博主吗？呸，我是偶像练习生。你这身材好意思做偶像练习生？身材就很完美啊。我们家真的很吓人，我们有一个房间哦，堆满了各种产品、化妆品。断舍离，懂不懂啊？不像有的人拍断舍离，断完又给它捡回来。江江就是这个保姆房，哇！你知道为什么保姆房会堆满这些产品吗？因为我们没有保姆。OK， 然后请了起保姆，这个房间就不会堆东西了。这就是王欢喜每天睡觉的床，搏一搏，搏一搏就睡在这里了。然后还是挺可怜的。接着视频，你们以为我只是来显摆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猜对了，我就是显摆。看了下来，今天就是一个回馈视频，快速快决，想要什么都给你们拿。我们家仆人也不知道帮忙一下。你们家仆人在哪儿啊？江江，今天这些都是回馈给你们的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其实不止这些，你们也知道我是谁呢？捞女，就为了给你们送更多礼物嘛，我挨个挨个把我认识的品牌爸爸都去哀求了一遍，说我感觉我这个社恐狗嘛，都锻炼成了交际花了。你都不知道我脸皮有多厚，因为有些品牌爸爸，说真的，我第一次跟他说的时候没怎么搭理我，他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击退我这种捞女吗？不可能，最后我还是捞到手了。我自己提供的礼物加上品牌爸爸提供的，我粗略的算了一下，也有100多份了。然后这些礼物的话会以盲盒的形式送出，你有可能收到是这样子的一个礼盒，或者是这种产品的套组。但是价值都不低就对了，真的还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的，我们先快速介绍一遍礼物，介绍完再说。首先是植村秀的新年礼盒，3支口红、砍刀眉笔跟55号刷子，你们的老公王一博代言的哦，谢谢植村秀爸爸。这个 NARS 的特别可爱的迷你口红腮红组合，就他家那个太极岭腮红，大家都不陌生了吧，算是我最爱的腮红之一了。这个套组特别可爱，很适合随身携带，真的好可爱。这个套组性价比真的很高，这个礼盒 NARS 爸爸为大家准备了5份哦。国木宝格的礼盒，这个也要小1000多了，基本都是他家王牌产品啊，就有去黑头啊、清洁啊、补水保湿的，我特别爱用他家主打清洁去黑头那个蓝精灵面膜。我收到这套，姐妹几乎你能出现皮肤问题他都能帮你。我最爱的怡莲全家福礼盒，这一套涵盖了洁面、水乳、眼霜、精华，收到他真的不用买护肤品了，给大家准备了2套。还有姿色的梦游仙境礼盒，2个眼影盘、3支睫毛膏，我看的眼睛都不够用啊。还有我自己准备的娇兰复原蜜，还有1整盒泡泡玛特。我最近真的疯狂沉迷于盲盒，有没有跟我一样爱玩盲盒的姐妹扣个一哦。但是我自己亲测了一次性拆12个的快乐真的不如一个个的快乐，所以我打算把它拆开来放在混搭礼盒里面。有没有喜欢完美日记小细跟但是又抢不到姐妹？完美日记给大家准备了1整套，一共8支的小细跟礼盒，是这种皮质的包装的，特别的高级奢华。8支我怕你都用不完了。还有 EVN 提供的这个礼盒，里面就是有眼罩、1盒面膜、1个面霜和眼霜，他家抗皱焕肤还是挺牛的。感谢 EVN 给我们提供了5份礼盒。还有优时颜的这个2021新年礼盒，有1支美白精华跟1个紧致精华，他家的包装设计真的进步了超多，特别有未来感，就不愧是我们国货里面的高档货。还有这个宝蓝厅的礼盒可美了，你们感受一下绝不绝？它里面是有3支妆前平衡精华液，给大家提供了2份哦。接下来这个品牌爸爸，我真的要着重感谢一下，他叫穆蕊，不仅就是二话不说给我提供礼物，而且整整提供了24份，24份这种5支妆口红礼盒哦，那是感谢。包装瓶身是这种哑光的感觉的，还是挺高级的。我在手上给你们试了一下颜色，我还挺喜欢这个01号色的，特别显嫩。它这口红质地是那种刚上嘴是润的，但是它干了以后就会变成这种特别高级的哑光感。礼盒里还有这种带镜子的口红包，随身携带。24个姐妹跟我一起分享这份快乐吧。还有我自己的这个欧束礼盒，里面3个都是他家王牌产品，我自己也是一直囤着不舍得用，拿去拿去。特别 Y2K 的这个校色礼盒，这眼影盘最近不是特别火吗？还有3支口红跟这种复古小挂饰。哇，这个礼盒好适合做打光板，我的脸好亮。这个礼盒也是我囤了好久的，自己都不舍得用的这个完美日记的国家地理眼影盘4个套盒。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盒子实在太好看了，像个公文包一样。但是我眼影盘实在是太多了，包括这个系列的眼影盘，我自己是本身有的，要有一个姐妹享受一下这个快乐。还有这个据说英国王妃用的 TT 书，提供了5份哦。还有这个巨大方无比的新奇迹，我之前视频分享过这个安瓶精华，这次除了安瓶以外，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面膜、一个精华油，还有这种片状面膜、面霜、精华液，一共6样单品5份哦。我觉得我的礼物好实在，收到后起码半年都不用买护肤品了。还有法兰琳卡的绿色芦荟胶5份，理肤泉的 B5 面膜5份，这个也是我什么购物节会囤的面膜，保湿修复绝了，也是我之前视频面分享过的贝医生冲牙器，上次分享完以后王欢喜就一直偷用我的，我本来就是我的好吗？麻烦自己去买一个好吗？你住在谁家？
那你帮我房租退给我。这个冲牙器也是提供五份给大家，还有这个 Beefy 的牛油果发膜跟芥末山葵泡泡洗发水，芥末的洗发水 excuse me， 就还真的有点想试试的。这个套组的话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五份，还有这个威露士的自动泡泡洗手液机，不是普通的洗手液，是自动电动的高档货。我们日常出门回家的话还是得多洗手，这个给你们提供了三份。还有感谢我最爱的943爸爸，这个我超喜欢的防晒给我们提供了三份，还有这个神经酰胺面膜给我们提供了六份，还有这个摇滚动物园的身体乳，它这个桃桃乌龙我真的觉得超好闻的。另外还有柚子柑橘跟橙花茉莉，三个味道一起五份，还有这个莫兰的益生菌奶酪洁面跟氨基酸泡沫洁面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叫做蔚蓝，吃了没文化了可以不记丢。这个王焕熙想要我都不给他哦。哇，这个给大家提供了十份，这个也是之前视频出现过的艾尔博士洁颜蜜，给大家提供五份。然后是这个 Dr. Wu 的杏仁酸焕肤精华跟这个角鲨烷修复精华，一共给大家提供了五份。还有这个德亚的按摩水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五份啊。我休息一会，今天回馈礼物实在是太多了，我感觉我都有点嗓子哑了。给你们看看人家星巴克买的这个新杯子是不是超好看的，我差点忘了有个星巴克的那个化妆包也是要送给你们的。这个就是要买他们家盲盒才会送的化妆包，它是这种毛茸茸的感觉的，质感还是挺好的，不仅可以做化妆包了，当成个日常小包背也是可以的。下一个是这个光蕊的眼影盘，特别的有未来感，而且配色我也觉得很好看，这个眼影盘提供了五份哦。还有这个棉上跟梵高合作的这个洗脸巾啊，是怎样啦，洗脸巾现在也要弄得那么有艺术感，梵高哎，两盒一套给大家提供五份。还有这个超高级的兰蒂斯的刷子，哎，是怎样啦，我本人很想要都没有哎，真的特别的高级，你们感受一下这个毛巨软无比。它一套里面一共是有十二把刷子，这个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五份。还有宾夕尼的香水，这个是深夜禁果，我想吃，想吃深夜禁果，想跟车银优吃深夜禁果。还有这个宾夕尼的巴黎红香水套组，就是有个正装跟这种随身携带的便携香水，宾夕尼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五份。还有碧生之源的眼膜加冻膜组合，这个也是我最近很爱的单品，我月底出视频一定要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。这两个加起来的套组一共给我们提供了五份。 Kitten 的眼影盘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配色也是非常的 Y2K 的感觉，中间这个颜色真的超级无敌美，给我们看一下是这种蓝色偏光的，哇哦。 Hidden 的眼影盘给大家提供了15份。还有自然之名的礼盒，里面是这种盲盒的感觉的，自己去打开才能知道是什么，我算了一算嘛，也是有7样单品哦，感谢自然之名给大家提供了5份。还有这个博威缇的三竹鸦片抗糖丸，然后它一盒里面是有2包的，也是给大家提供了5份啊。我太累了不行，我说不下去了，我接下来真的快速带过。反正就是还有这个美少女战士，这个十支口红，这个洗护套组，但是它中间这里还有个直发梳哦，是紫色的超可爱，还有这个，哇哦，奢不奢华，雪肌精的美白套组，但其实这个应该早就要送出去，之前有纠中一个姐妹快半年了都还没有给我写地址，所以不好意思，只能让其他姐妹享受这份快乐了，在我这里的那个几率还是挺高的，我之前好多互动榜啊观看榜啊都还没给我联系哦，我是想说想花钱都花不出去了是怎样啊。还有大佬 CPB 的这个礼盒，里面是有5支迷你口红套组跟2支口红正装，哎 CPB 牌子货懂，我还有好多那种零碎礼物，我真的是说不下去了，太累了。这里也是一大袋的那种气垫，也是要给大家的，我真的第一次拍这种回馈视频，反正加起来的话起码能回馈100多个姐妹，这次我真的是尽了最大的力量去回馈给姐妹们了，不知道你们还满意不满意。就别的博主一般都是到什么100万啊，或者就是啊70-80万啊，还会搞这种大回馈嘛，我也不知道我粉丝那么少是哪来的自信心搞这种回馈视频了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还是挺珍惜我的每一个粉丝的。可能很多人是2020年才认识我，但是人家从15年就开始做自媒体，哎呀好痛啊。我真的网红界里面最红的肯定不是我，但最老的肯定是我，因为跟我同期的网红们要么已经大红大紫千万级别，要么就是销声灭迹隐姓埋名啊，真的不像我又不火又死皮赖脸垂死挣扎，在这一行里面待了快6年了，我真的觉得这6年来除了我的脸以外我的其他地方是完全没变过，包括我的初心，只是脸稍微变得有点多，毕竟也是花钱了20万。我也不说太多煽情的话了，老姐妹的怪恶心的，你们也不要跟我说什么啊，永远陪着你，永远支持你，永远喜欢你。我想问一下，你的永远是多永远啊？80岁还看我的视频啊？牙什么蓝啊？哎，天哪，我的脸怎么这么油啊？反正我只希望在我还在做自媒体的时间内，你们看我的视频能收获到一波的快乐，然后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支持，收获到一片真心。呸，其实是想收获到这个牙什么蓝，我会不会有点太老实了？不好意思，不多说啦，具体参与方式可以去看我的动态哦，记得把你们能点的都点了，一键3连，多多评论转发。